请收看《维新世界》，水陆法会，义工利人天。丙申年水陆大法会，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三宝司的服务台喽。那当然哈，我刚刚看啊，哦，我们圆陆法师坐在那个地方非常的专心在做服务哈。我们先请你慢一下，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三宝司今年的服务是由我们的爱心道场来做服务的吗？今年的三宝司由爱心道场还有芦洲道场。跟基隆道场一起共同服务。今年基隆道场圆堂法师总执行长哈，那芦洲道场是副执行长，所以他们也今年来学习。那爱心道场是配合我们的基隆道场一起来做三宝司的服务。是，所以是大家共同七天或者是轮流。七天共同一起服务。是 是，每天都有。是，因为今天算已经要算第一天开始了嘛哈。那来的信众有没有很多？对，今天信众会很多，尤其是礼拜六假日哈，明天会更多。是，那正好这一次是五一劳动节，又连续假日三天，是，所以人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嘿，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圆陆法师呢，顺便跟我们大家谈一下三宝司的功能好不好？我想现在政府都在推行说不要化金子哈，其实金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很多人说环保意识啊，其实空气的污染还有其他的更严重。那我们的三宝司因为法界必须要借这个光才能够，他们才能够有能量，才能够往那个往他们想要去的地方，而不是说一味的就说啊，为了环保啊，不要做三宝司啊，不要化金子。其实金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三宝司是不是就是说，好，我现在要寄包裹给朋友啦，我一定要把那个写得清清楚楚，这个包裹是要给谁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我们的三宝司是有凭有证的，就像我们一般民间的支票一样，是谁开的支票要给谁的，那谁才能够领得到。所以说啊，有公社联位的，你有设三宝司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哎，我今天呢给的这个开个这个支票，那要给谁来领这个支票，那三宝司要给谁这个礼物，那写得清清楚楚的，对方我们的莲座上的这些祖先或者是法界的朋友，那灵界的朋友就可以拿得到了。对，是的。是，所以功德殊胜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就是说在我们法会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法，如果说各位不清楚的时候，每一个摊位的服务处呢都可以大家来询问，甚至呢这个三宝司是很重要，而且听说要一字一句要练得非常的清楚。对，因为像我们后面有写哈，一叶金纸一净土，哦，净土大地是光明，哦，令光明随光可更醒，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然后再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就帮他们能够
往生他们要去的地方，希望极乐世界。所以虽然今天天气比较凉，可是呢往后几天可能会很热啊。如果说你有供念这个三宝师呢，千万不要简单，不要节省啊，随便念一下跳过去了啊，不猜你的家己记得不清楚啊。对啊，要把里面的内容完全的念清楚，尤其是后面的那个咒语哈，要念三遍。咒语是我要念台语比较顺哈。一休金爪一净土，净土大地是光明，光明虽光可见性。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要念三。法师就是法师，把我们的法记得清清楚楚的哈。所以说这是很难得，也很殊胜哈。所以随路大法会，如果我们有什么样希望祈求加持的，希望都可以哦。好，各位善心大德贤士同修，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莲味查询处。这个地方呢，电脑呢又来了好几部，而且呢，来做服务工作的人也是非常的多。这里也是最忙，也是问题最多的地方。为什么呢？他莲味的查询呢，到底大编呢？大的编号到底几号？还有小编号是几号？有些人忘记带了，或者是你还没有知道你自己的编号几号的时候，一定会来这里查询。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在讨论一些什么，在查询一些什么。哎，你好！哎，你今麦嘿，你好，来看一下，跟咱大家 say hello。大家好，师姐。请问你今麦是咧来查询咱的年位什么问题？没有，我要查我们的大编跟小编的号码。大编小编，你有供奉什么年位吗？祖先牌位还有元亲在主，还有那个妖王的。是，那你每一年都有来吗？对，我已经第四年了。第四年了。是哈，非常好哈。那有没有进来上课？有进来上课。现在是几里？我在丰源教室。是先修班吗？现在闲事班了。闲事班的话，太棒了。今天因为没穿法服，我都认不出来了哈。很高兴。他们来。是，非常好，非常好，祝福你哈，老祖保佑，消灾化解。谢谢。阿弥陀佛。好，嗨，师兄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来，换家姐嘞。唔认。回头来看一下，你那的志工大队我知道，来黑衣部队的哈。黑衣部队来这里联位查询，有什么问题吗？来查询，查询上面问题。没有，不，因为我小编对对对。是。那今年我看你的衣服是黑衣部队，你是从台北还是台中还是台南？高雄。高雄啊。高雄总共上来几位？高雄六台那个24位吧。24位哦，不简单哦。你做我们的黑衣部队多久啦？一年多吧。一年多哈。对。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问你这样子吗？我看你这衣服还蛮新的。是。那旁边是你的？正在高雄。也是我们的黑衣部队里面的。是。好，谢谢你啊。那感恩啊，因为黑衣部队每一年在我们的老祖圣诞水陆法会的时候呢，有很多供桌。今年的供桌特别的多，比去年更多了哈。所以一定要很忙了。对。那谢谢你啊，祝你工作顺利耶，谢谢，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我们走访了很多的柜台服务哈，其实大家都很忙。那有些柜台的服务人员呢，我们可以跟他讲话，可是有的真的是忙到呢，非常的不行哦。那可是我们让各位知道，就是说我们每一年都有设有我们的服务柜台。那我们的信众啦，有任何一个问题不清楚的，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柜台来询问一下，你就可以让你的法会呢进行更顺利了哈。谢谢各位，谢谢。
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那我们知道每一年的水陆大法会就像这个情景，这就是我们的服务处办公处的地方哦。可以看到每个柜台都是非常的忙，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而且每一位信众贤士同修们他们都有他们的问题哦，所以大家真的非常的忙碌。我希望呢，我们借由我们这一次的义工丽人天呢，让各位知道真的大家都是这么的忙。那忙乱当中呢，我想大家还是要取得和谐，这才是最重要的。每年到了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以及水陆大法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呢，就是从各地回来的这些讲师们或者是我们的信众，尤其大家都在国外弘法，但是呢又回来跟老祖祝寿，也是来参加这次的水陆大法会。我们也现在遇到了就是我们的黄大辉，他是原港讲师。原港讲师你好，阿弥陀佛。你好，师姐你好。在这里这个机缘向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是，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你的法号要叫做原港？这个是师父赐的，老祖师尊赐的法号。可能我自己猜想是我是在香港出生的，是，所以就给我这个法号原港。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意义是，就是尽我自己个人的一点力，在香港将这个中华文化在香港能够传出去，是，弘扬出去，是，就是自己尽力去做，所以就有了这个法号。是，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原港讲师，现在在香港已经开班了吗？已经开班，有十几个同修学生。是，在是香港本地的人吗？是，都是香港本地的。所以我们原港讲师哈，因为他的出生地在香港，所以他刚刚想雅琪想要访谈他的时候，他说：“哎呦，我讲话都是普通话，听不太清楚。”可是我觉得非常好啊。师姐，你太客气了，我的普通话真的是很普通的，可能很多师兄师姐都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不会不会。那你预计这一次老祖圣诞千秋，还有这次水陆法会，你预计回来几天？我昨天过来的，昨天回来的，准备是全程的参加今年的水陆法会。因为我在香港比较近了，比较近这个台湾，所以回来的话也不会太远，就是说比较简单了。所以这几年呢都来参加法会。所以从香港到台湾坐飞机要坐多久啊？你有学员跟你一起来吗？今年没有，就是我家师姐跟我一起过来。是。坐飞机大概一个多小时。不会太长时间。是。所以因为我们的师尊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是非常的殊胜，在老祖慈悲，那我们又公设了就是水陆大法会，希望可以达到闽洋两利，那将这样的消灾祈福呢，可以化解到我们的全世界，希望呢全世界都能够平安，大家心里和谐，可以达成我们师父弘言禅师天下一家亲的本愿。今天谢谢原港法师接受访问，谢谢，祝福你。谢谢师姐，阿弥陀佛。现在我们跟贤士呢站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中本山禅机山仙佛寺一个殊胜的一个地方哦，这叫做天坛哦。这个天坛普通我们都是很少进来的，因为这里有很多师父在这里修行，师父有很多的宝都在我们的天坛里面，所以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尊敬。那当然了，今天我们新弘就是我们的苏澳道场的贤士们哈。那请师兄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师姐好啊，必须有，我是这苏澳道场第十八届的这个贤士，这个同修，是十八届啊，对，十八届，对，是，就是说跟着我们这个苏澳道场来这边，就是这个法会，然后我们这个
做法工八天，在天展服务八天，对，是这样。所以全程都来做服务就对了。那这法工大概做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啊，我们法工的这个主就是在这边的话，就是要供养这个每一天的这个供餐啦、啊，还有这个清扫地啦、啊，还有就是这个有任何需要做的事情，对啊，只要是我们法师讲师所交代下来的话，我们都要一起去完成它。就是有什么做什么啦，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法工就来做就对了哈。哎，不经扛亏啦，师姐你嘞？我是素澳道场初级十班哈，在二姐教室啊，很高兴哈，有这个机会哈，这个福运来参加这个顾天堂，很高兴，我是第二次来。第二次。初级十班那上课上多久了？甲午年的9月29号进来的，因祸得福。怎么说是因祸得福呢？车祸在家里，在医院看电视，我从来没有听过唯心宗，也不知道唯心教，唯心圣教啊，所以也是因缘具足吧。所以我66岁才来加入宗门，所以年纪大了，可能可以定下心来。不大，进来我们宗门，只要是这个因缘具足的话呢，就都可以来学。一天都不嫌晚啊，只要你把握当下的机会，都没有嫌呢。我是说他们都很年轻，很有福报，我那么年纪大，记性又不好了，现在才在学。可是师父有讲说终身学习，我也是很愿意去认真的学，就是记性比较不好。和平之旅我也去参加，很高兴，谢谢师姐。我们是这样，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尽早接触我们的唯心圣教呢，那这是非常殊胜的，就是因缘具足了。但是有些人说，哎呀，我年纪这么大了，我现在才进来呢，我觉得好可惜哦，以前我都没上到。其实当你因缘具足的时候，牢牢地抓住这个福报不要放，你永远都是一辈子都是过得很幸福的。师父说的，上山容易下山难了，下山容易上山更难，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放松啊，也不能怠懈，有事就要认真的去做。就像我们师兄一样，你看吧，每一年几乎都来当法工、当义工、当志工。所以你觉得你来这里参加这个法会几次了，这个心得可以分享一下？我每一年都会来参加这个法会，对，当然从我进来这边已经六七年了啊，所以说我现在是唯心之家，从我大大小小，像我孙子3岁半就会背《易经》八八六十卦，背得滚瓜烂熟的，对。早晚的话都会去老子那边啊，老子我来背《易经》八八六十四卦，保佑我福慧增长、健康快乐。是这样子来，对。所以我还是要再重复那一句话：一人得道，九族升天啊！是，对，没有错，正确。所以你有把你的朋友带进来吗？有，我现在自费长大概我是当自费长，对，我的这个工作会员大概有60-70位这样子，对，没有60-70位哦。啊，杜家丹那光一人得道，九族升天，你觉得呢？你的看法？我很高兴了，我那个金孙哈，今年的元月31号来哈，我们来法务看班务会议哈，我的孙子就看过医生5次了，还是在咳哈，结果我不知道了，我孙子我带他去500罗汉，然后回去他说是三门嘛，我们要去那个仙佛禅堂，我的孙子说阿妈那个是里面的电视上的老师，结果他们同事都叫我先不要吵老师，我没有吵，结果师父把我孙子拉去就跟他加持，吃过中饭之后呢，他竟然咳嗽都不咳了，然后气色也变了，这个师姐师兄有看到，真的很神圣呐、啊，很殊胜，所以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从自己去发掘哈正道了。所以你恭喜我们，你看你把这个福气延续到你的孙子去了，你看从孙家里开始，从自己家里开始出发，所以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嘛，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我们的世界新兴宗教台湾唯心圣教呢，我们在这里学修，大家都可以得到平安哈。我们互相祝福，也祝福大家啊，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谢谢，阿弥陀佛。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新逢我们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以及水陆大法会，
来来往往的这些信众很多，而且呢，志工更多哈，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忙碌，有一些啊要供斋供佛的，都是大家的准备哦。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哦，看起来虽然有点乱，但是大家在卫生上面都是非常的注意哈。当然，我们有很多位的师姐呢，他们现在正在忙碌。而且大家都在啊洗菜啦，洗一些啊东西，就是希望就是能够做到供佛的这个前次的作业。那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师姐，今天来我看刚看你在切是在做什么的？哎，这要包粽子的料。哦，包粽子的料，这个是豆皮呢。哎，皮丝。皮丝，这个皮丝哦是，哎，还有香菇哦是，还有素火腿，还有萝卜干是，哎对，所以这个粽子就是素粽就对了，对 对要先炒给它香，嗯、啊再炒米，米炒好的时候，啊就包粽子了，是，哎对，所以我们阿元师姐可以再说啊，哎阿元塞了哈，那很会做菜，那而且粽子是你来包吗？哎没有，是大家包，家那个史妈，那个陶给妈，陶给妈。他最会包了，那、我们都是帮他的。哦，是是是，来帮忙。所以你来把这些菜拢甲切落好。对对对。啊，好，你讲十码包，好，无大家包，啊，就是料比例就是十码，那头家码来用。哦，对对对对。是。哎，十码是头家码。头家码。对，延平法师的妈妈。来来来来，你当年拢来哦。哎，我当年拢来。哦，是哦。系啊。啊，你这个白粽咧，我听讲叫做这个粿。啊，就是咧传啊，咧传啊，传要来包，哎，啊，大家拢斗无闲，啊，你就开始包粽安尼。啊，今年有要炊粿无？哎，粿有啦，有要做啦吼，明仔载才有做。是是是，这里呀、可以看一下，这里宽料吼，这要插一挂塑料，就是要包粽的塑料吼。嘿，这要包粽。嘿，这要包粽对，我咧看。是，啊，这样咧就是爱迄个油落去，油啊来插。那我们等一下呢，如果说粽子弄好了，大家有吃到，一定要有感恩的心哦。师父说我们每一个人哦，都要有感恩的心，感恩他们这么辛苦，那做这么好的这个素粽来供佛供法界哈、让大家可以呢来时机去时饱，而且呢做得非常的香哈、那我们也可以分享这样子哈、你可以大家都吃得非常的安心哈、哦，现在来到这些所在哈，也是厨房了哈、对对对。师姐，你现在在刚刚看你在洗东西啊？是，这是要冲什么的用的？这是这次法会那个诵经出家师父要吃用餐的餐具，对对。所以这些餐具都有分别吗？对对对，哦、是跟我们一般，因为出家师父他诵经嘛，是经过就是如我所闻，师父说就是诵经师父他们要供养，所以他的用餐是需要用完全没有供养过的。是对，所以要独立。哦，对对对对对，了解了了解了哈。那你出家师父来家念经就辛苦的哈，啊为大众祈福。但是出家师父所送都吃的这些斋哈，是不能供养过的。对 对。哦，所以你要很谨慎哦。是哦，是因为我们大概每次的法会呢，我们都有邀请了上百位的这些出家师来诵经祈福。可以达到米阳两利吗？真的是很难得。你是哪一班的人？可以介绍一下吗？是，我是中立道场十五届的刘燕妹。是是是 是。那刘师姐，你打算来工作几天呢？哦，我这一次刚好很好，感谢老祖让我有机会可以参加8天，我全程。哦，是哦，全程哦。那所以说，你这8天你住哪里呢？住法师中立道场圆融法师很慈悲，他有另外再租一间让我们当志工的去住。哦，是。对对对，有一个住宿。大家工作上呢都可以很注意卫生，戴口罩哈，都很忙，而且呢还要再洗很多东西哦哈。谢谢你们了。班上总共有多少义工来？今天十几位啦，后陆续我们每天就8天，可能陆续会有有除了全程以外，中间会有穿插。是。对对对。每天都会有不同师兄师姐，是，谢谢师姐打扰你忙的时间，谢谢谢谢，来我们来找这位师兄，来师兄你好，来来来哈，对你好，谁说男人不会洗碗，我看你洗到眼睛呢，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立道场第20届的那个学员呢、是。你刚刚说不好意思接受访问，因为没有穿法服，我觉得很自然呐、因为在这个地方哦，说真的，有时候法服让些垃圾吧捞光啊哈，换一下比较方便、是，我想说，因为怕被人家误解说是那个不是我们中门的人来这边这样子。
也没有关系，我感觉我刚刚有看到很多我们的善心大德，虽然他们没有空进来我们的义经大学来学修，可是他们也都是来做志工，都很发心啊。是是，哎，我想说，你是二十届啊？二十届是第二十届了，是是是，非常谢谢谢。那就是师姐也是二十届，您班上来了多少人？班上来的应该有五六位吧，这样子，六位，目前陆陆续续还会再来这样子，是是是。预计做几天呢？预祝五天这样子，五天。是，那你有上班吗？有。那工作怎么办？就有特休就请特休这样子。是，来，是向师姐来休停一下，好不好？啊，咱自己先紧一下，来，快紧，来，快紧，来，会，来，告诉我们，你今麦头得来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立道场二十。二十班二十班的西雅琪啊。初级二十班呐、啊，还没正级呀、啊？哦，我正级二十班，二十届，好，阿丽呢？是中立道场十五届，十五届啊？哦，你给我改，不简单啊！哎呦，你嘛洗碗洗得很认真呐、啊，这来做法工啊，欢喜心。什么都洗，什么都做了。对，可见我们这些师兄平常都有在家里帮助家里的师姐洗碗做饭吧？应该有。偶尔了。师姐，那你来上课到了二十届了吗？你这一次来当法工也是全程吗？因为我现在退休啊，有时间，所以说很高兴的心啊来参加全程。是。对。所以这一次在做我们的水陆法会的法工的时候，除了洗碗，还要做些什么事？看到事情都做，有需要做到的都主动的做，是，有需要做主动做，你也一样吗？对，那法师有交代我们就去做，是，所以你也是全程八天，你也是八天哈，那住的地方都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对，法师都很好，对，非常好。所以我们晚上几点休息？可以回到宿舍去休息。到工作结束了，看你的工作做到一个段落，我们才有回。大概几点？你知道吗？我也不太晓得。知道，今天第一天。第一天哈，对，因为今天第一天哦，虽然是第一天，可是前次作业已经好几天了，有些人甚至月初就来了哈，为了就是说让这次法会更圆满哦，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哦。刚刚看你们这样子一直在洗碗，这么样的辛苦，应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法会大家都很认真在做事。谢谢你们，也祝福你们，谢谢。